就有一个人跑去那个矛头的那个没有中的地方，然后被甩出去。这该怎么解决啊？这个已经不是在不在的问题了，不是机库没了这个问题，这个比机库没了跟船在不在还奇怪的问题啊！我不知道这个画面我该怎么形容比较好欸，怎么看？我也你就知道我怎么刚无法形容，对不对？